我觉得银耳真的是超级亲民的养生好物，不仅可以用来做养颜的糖水，做凉拌菜口感也特别精细。今天分享一道凉拌银耳，清脆爽口，润肠减脂，不想吃饭的宝宝可以试试它。半朵银耳提前泡发，一根青瓜拍碎切块，适量的蒜末和香菜，小米辣一根。把银耳泡发之后摘碎一些，煮3到5分钟。煮好的银耳要过冷水，吃起来口感会更爽口。接下来调一碗酱汁，配比我打在字幕上了，大家记得截图保存。最后把所有的食材和酱汁一起搅拌均匀即可。减肥呢，不一定每天都是要吃水煮青菜啊，偶尔来一根凉拌银耳青瓜，清脆爽口，低脂又美味，关键是还可以美白润肤，还能清肠胃哦。减肥的姐妹们可以大胆放心的吃。